为了感谢环保志工，在炎炎夏日当中依然尽心清扫社区环境，吉安乡公所特别致赠超大斗笠给每位志工伙伴们。而乡长游淑珍感谢环保志工无私的奉献，让吉安乡屡屡获得环境评比优胜奖项，也呼吁全体乡亲齐心协力，共同守护清净家园。吉安乡35个环保志工队，1300位的环保志工，每天在各个社区巷弄、公园承担起环境清扫维护工作。最近天气炎热，志工们依然是尽心执勤。乡长游淑珍特别致赠超大斗笠，要为志工们遮阳挡雨。无分刮风下雨大太阳，环保志工队每天尽心尽力守护着吉安的洁净家园。我们感谢每一位付出奉献的志工们，为我们守护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有同样的努力认真。我们希望这一顶斗笠带来的是一份感谢，带来的是暖暖的一个祝福，跟我们一起守护的力量。希望看到我们带着斗笠在洒扫的乡亲好朋友们，给我们一份加油。希望经过的好朋友们，放慢你的车子，让我们更安全地完成各一项的任务。游淑珍表示，吉安乡屡屡获得县级甚至于是全国的环保业务评比优胜成绩，都要归功于每一位环保志工和每一位关心吉安家园的乡亲。唯有全民共同努力，做好垃圾减量、资源回收以及环境清扫维护工作，才可以打造洁净幸福家园。游淑珍也呼吁乡亲，看到环保志工努力在清扫环境时，也给他们加油鼓励，感谢志工们的无私奉献。吉安环保志工队，加油！谢吕慧，吉安乡报道。